很多是认知作战，不能讲很多是认知作战的，反正动不动就国家机器追杀最好嘛，反正你执政党嘛，国家机器啊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你们1450呢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把人家给定罪了。下一题是从3+11会议记录封存护航高端疫苗，是为中介法之乱，支持林世坚、林志坚论文抄袭，是否觉得民进党与年轻人越走越远？这个就不要吵，不要再乱了啦。哎呀，回头想想吧。啊，武汉肺炎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？对，我们也许做得不够好，但是世界上比你看吧，该骂的是中共啊，是中国啊。一直骂自己的执政党是谁啊？骂自己的政府是谁啊？不是自己关起门来，我们也有要改进的地方的。但是跟世界各国比起来，我们是前段班的，我们防疫是做的算很好的，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正常生活了。中共还在封控啊，还在清零啊，还在封城啊，对不对？想想看吧。不要只对这个什么高端，我就是打针对高端的，我到现在没有确诊过啊，我就是打针对高端，我认为我保护我自己啊，因为高端是次蛋白的，我认为跟以前的疫苗比较 OK 啊，从生下来就开始打疫苗，就是次蛋白做的，这是最保险的蛋白，这最保险的原料啊，什么 mRNA 我才担心那个是。新研究出来的，我们可能还是当白老鼠嘞。所以我打身体高端，我什么事也没有啊，到现在都没有确诊过呢。哎，我算老天爷的吧，老人家的吧，高危险群的吧。你们选择啊，你们可以选择高端，可以选择什么什么什么 BNT， 可以选择莫德纳，哪有那么好的？那你说中国你都不比中国，只能用他们的疫苗，所以现在搞得乱七八糟的。一天到晚要封城，对吧？我们起码民主国家自由选择，你们可以选择要打什么疫苗吧？一直污名化这些高端，污名化我们的政府是谁啊？那你到中国去住看啊，不是吧？论文何尝不是呢？所以我就去民主国，只有大学毕业我就大学毕业，但是我普考、高考、特考啊。我都考过了，我都及格了，我也没有论文的问题啊。那像你讲论文，你说完有论文啊，你高考完是不是有论文啊？也抄袭啊，一堆的论文有问题啊。天下文章一张抄，好，天下乌鸦一般黑啊，大家都抄啊，就这么回事。但是我的国家考试及格的证书不是假的、啊，我就是实实在在的，我没有什么好让你们花的。都是因为选举，不要随机情，不要乱。这是2周前发生的事，不知道为什么又被突然大量来炒作。不过我一直都是不善于言辞的人，讲话不好听啊，这个部分以后我真的要改进，想办法来改进。啊，不过言语伤人是一回事啊，但是选我至少不会用刀枪伤人。那有的人可能嘴巴很幽默，跟你笑嘻嘻。啊，台面下可能会捅破你的肚皮哦。我选上县长讲错话，你可以随时批评指教我。那黑道选上县长讲错话，县民如果敢批评的话，就会被人指教。